So Jiang Qinggong has been engaged in graphic design for 25 years. Now he is the art director of Shanghai View Studio. In the past decade, he has been active in public activities such as publishing, design, education, and exhibitions. Since 1995, Jiang Qinggong has observed and recorded daily characters in Shanghai from publications to the streets. And he also published a book related to that. That is really is an excellent book. And I think today's presentation is a display of his observations and recalls. So let's look forward to the presentation. 各位朋友好，我在上海，很高兴通过视频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作为一位字体的使用者和字体的爱好者，也是两本关于上海字体的书籍的作者。那么从出版物到街头，对上海印刷字体、日常字体的观察和记录，我持续了近25年。从中也可以看到，一位普通的中国平面设计师对中文字体的认知过程。我注意到今天与会的几乎都是字体的研究专家，所以我也感谢主办方给予我这么一位业余玩家的这么一个机会。今天我会就下列的关键词同大家分享。1994年我买了第一台苹果电脑，并工商注册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那么当时是在家里工作。那个时候平面设计和 SOHO 这两个词还没有完全进入中国的主流媒体和大众的视野。所以经常会有人看着我的名片问那个平面设计师是不是专门给建筑物画平面图的啊。那么20多年前在家里的工作一般会被称为是个体户啊。那么这是中国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允许个人经商的一个特定的名词。所以当时同别人介绍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工作还是会有一点那个不好意思啊，也会有一些羞涩的一些感觉。那么我的信心可能是来自苹果电脑，因为当年在上海个人购买苹果电脑的设计师可能还不到10个人。那么我们在这里画面上可以看到那几年的一部分的软件和蒙纳中文字库的磁盘等等。那么西文字体海维提卡这个名字也开始在耳边响起了那么尽管之前我可能已经用过这个字体，但其实之前并不知道它的名字。2000年左右，方正汉译字库渐渐进入我们的视野那么那几年测试正文的那个中英文混排的字体是比较频繁的事情你会不断的去尝试几款常用的中文字体去寻找匹配的西文字体那么当时主要还是靠自己的那个观看去确定这样或者那样当时是没有研究，同时也没有教科书回来指导你该怎么做。这些磁盘中应该还隐藏着好几位我们可能熟悉的人其中一位就是王敏先生。王老师1990年代主要是在 Adobe 负责艺术设计的工作。2000年左右他来了一次上海。那么广州的王旭先生引荐我认识了王老师。但之后我们其实联系并不多。最近几年我才慢慢了解到
王老师在字体设计教育上所做的贡献。他的好几位专业出色的学生在北京、上海的设计教育领域里面努力研究传播字体设计，尤其是中文字体设计的方法、技术和历史那么今天我们的刘钊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2003年的一天，我去外面办事情，那么在出租车里面看到远处的那个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那么就拿出相机连拍了三张，当时用的是翻转片照片洗印出来以后，我看到了这张以文字为前景的图像比较意外也很喜欢这张照片也算是我早期关注街头字体的那个照片之一不过之后的一些街头文字的拍摄其实并不太专注拍摄是断断续续的。2007年的时候，我就不再接洽商业设计，那么就想找一个自己感兴趣但可能并不太熟悉的更具挑战的事情来做尝试了几年比如给一些艺术展览或者艺术家做那个画册的项目以及编辑我自己在上海城乡街道的市井的一些拍摄把它编辑成那个书籍出版等等。2009年海维提卡50年的纪录片流传到了上海有几位字体爱好者译制了那个中文字幕。那么同样在这一年，我还参观了一个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上海出版物的一个展览。展出的杂志封面上的那个刊物的名字吸引了我。这两件事把我渐渐带到了那个中文字体的这个领域里面那么同时我也计划要创作和出版关于中文字体方面的那个普及读物。那么到了2014年底上海字迹这本书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关于印刷字体的那个普及读物。创作过程花了5年时间，我几乎是从零开始收集阅读印刷品实物及文本资料，以编年的方式把这些印刷品排列出来，就是让他们自然地显露出各个年代的那个字体的特点并在几个重要的节点的地方安排了12位同字体相关的人员的那个口述。当时其实以中国本地为主题的那个设计普及读物是比较匮乏的，所以这本书一出版便引起大家的那个好奇那么读者中其实有一半大约他们并不是设计师他们可能是对上海这个城市感兴趣的人也可能是对上海的出版物或者印刷的历史感兴趣的人那么或者也可能是对字体和图像感兴趣的普通人。他们大部分是从事各种职业的年轻读者。那么这些信息是我在那个同读者的分享交流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了解到的。其实也在我的预料当中因为我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使汉字设计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浮现出来引起大家的关注并且能够成为话题。2015年我以这本书为主题策划了一个展览展出100年100届印刷物。2018年一位朋友推荐我参加
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一个关于汉字的展览。我当时提交的内容是一张海报啊，海报的名字叫20世纪上海十款经典印刷字体啊，同时还包括一本上海字体这本书啊。最终可能是因为沟通的问题啊，直到展览开幕以后，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同汉字有关的一个艺术展览啊，所以我提供的内容可能同展览的形式有一些差别啊，相差可能还比较远。那么虽然我并不清楚最终展览的一个详细的情况啊，但它还是啊给了我一次思考的机会啊，促成了20世纪上海十款经典印刷字体的这个那个想法啊。当然为了做这个20世纪上海十款经典字体的这个海报啊，我也预设了选择的标准和方式啊，它必须是在上海诞生的啊，原创的，并且尽可能能够延续到现在电脑字库里的这个字体啊，同时也以数十本那个印刷品实物啊作为一个选择的样本。今天给大家看那个其中的一本啊，1951年的上海市铅印工业同业工会成立大会纪念手册。那么里面记载了当时上海数百家印刷制版、铸字、装订、油墨啊、造纸、制盒等相关企业的名录啊，包括业主、地址、行业规范、企业广告等等。我们从这个手册上可以看到登记在案的铸字企业为37家。这个时候呢，那个公司合营还没有全面开展。从那个企业名称上面来看，基本上还是保持了那个1949年之前的私营企业的名称啊，比如说有非常著名的华丰印刷铸字所、汉文正楷印书局、华文正楷铜模铸字所，以及他们刊登的字体广告啊。那么这些厂商生产的字体啊，都有被选为十款经典印刷字体的这个海报当中。其中还有一篇行业规则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啊，它的名称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管理印刷铸卷业暂行规则。那么规则的大意就是凡是同印刷相关的企业啊，必须向公安局申请许可证，合格以后才能进行工商局的登记和营业啊。那么这样的话，企业之外的个体你要从事汉字印刷字体设计的可能性几乎就不存在了啊。包括1950年代中期公私合营运动的这个进行啊，那个上海的，他把上海的那个原来的30多家的私营的铸字企业啊，逐渐合并为两家国营企业。那么我觉得这些格局无意当中对20世纪下半叶印刷字体的设计产生了很大的那个影响啊，也可能是形成我们汉字印刷字体数量之少的那个原因之一。当然也有极个别的那个例外但都是在国营企业主持下发生的。比如1958年解放日报印刷厂的刻字工姚自良先生利用工闲的时间创作的姚体正式发布。那么他这款字体也成为继北京人民日报木体发布以后由上海设计制造的一款新的标体铅活字。那么这款字也是上海唯一一款以个人姓名命名的字体。
1956年，国家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以后，那么出版部门便面临着所有的出版物的字体必须全面更新这么一个局面。那么1950年代末的时候，文化部门和出版部门联合召集美术和篆刻人员重新设计以简化汉字为规范的那个印刷字体。那么据当时参与人员的一个集体的回忆是我们国家当时参加了莱比锡书籍艺术展览以后发现正文字体不好看，还是有缺陷所以启动了这次印刷字体的大变革那么但实际上前面的那个因素可能更重要就是国家因为发布了这个汉字简化的方案，所以你就必须要把当时的所有的旧的印刷字体要进行改变。尽管印刷注字这个特种企业给汉字印刷字体的设计带来一些那个滞后但是就是各个研究机构和企业的齐心协力各取所长那么新字体的设计或者以旧字形为基础的重新设计包括公私合营后的那个力量都被充分体现那么直到1970年代中文有几款中文书法字形的嵌活字的设计完成那么为汉字简化方案画上了句号。那么同样也成为之后汉字印刷字体录入照相排字系统和电脑字库打下了那个坚实的基础。那么整理20世纪上海市款经典印刷字体的目的是为民众做一次汉字印刷字体发展历程的那个普及。那么这也是在专业研究的背景之后的一种梳理或者说是一个推进。那么当时同时也让我个人在上海自己出版以后有一些止步不前的这种状态那么也其实通过这个海报的创作也使我个人向前跨了一步。对汉字设计传播的那个机会同样也延续到2019年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开始筹办的百年上海设计展我被引荐为这个展览的顾问之一。这个展览以学校之前已经出版的百年上海设计这本书为基础。那么他们把其中的平面设计、产品设计设计教育和机构的那个文本提出来完了根据这个文本把它变成那个实物的形式进行展现。在那个展览提纲的这个整理的过程当中，那么我就提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凸显19世纪中叶机械制造汉字嵌活字的诞生来作为近现代上海设计的起点。那么这个在以往的设计展示中是非常少见的那么尽管这个做法会引来一些疑义但是我觉得西式书籍包括西文嵌活字为汉字嵌活字以及传统的中文书籍的那个变革带来了新的布局排列设计以及那个制造的这个规则那么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2020年我接受了上海一家正在筹办的那个出版博物馆的那个邀约为其中的艺术设计馆撰写展览提纲。当时馆方对那个展览的内容已经有了一个规划，那么只需要我在书籍设计、杂志设计、年画、连环画、宣传画包括中国最美的书这几个结构上面把具体的内容和文字填进去就可以完成了。那么
当时我还是想把字体设计这个事把它提出来，包括把它归类到这个艺术设计的范围里面啊。那么我考虑了以后，我决定在管方的这个结构中啊，进行一些改变啊。那么就是单独加入了那个印刷字体这个部分啊。最终管方还是同意了我的这个想法啊。那么所以汉字印刷字体，又再一次被推到了这个设计的前沿以及大众的面前。那么这两个项目其实给我的体会是，我们的研究需要在实际的项目中，找到机会啊，可以推行和推进和运用啊，通过学术著作、普及读物、展览啊，能让更多的人群参与观看、讨论、交流啊，以及反馈。今年我又一本关于上海字体的那个书籍出版。里面主要记录了上海街道的各种文字啊，有传统的那个理发店的招牌，美术字风格的那个咖啡店的招牌啊，民间野生书写的商品信息啊，电脑字体的张贴和被保留下来的数十年前的那个水泥的立体文字啊，这是目前国内比较全面介绍城市字体的这个书籍。包含了我18年间在上海的字体拍摄啊，以及观察的体会啊，包括我的拍摄地图等等。当然，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书籍，就是在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些书籍啊，那么在20余年的时间里，都给了我非常多的灵感和帮助啊。我要感谢这些世界各地的作者。最后是一个小插曲啊，也是我最近可能会参与的一个项目，同上海的海报有关。那么以往关于中国或上海的海报研究啊，几乎只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是1949年前的月份牌广告啊，一个就是1949年以后的宣传画啊。那么我在网络上最近也是看到去年纽约海报博物馆的一个展览啊，名字叫沉睡的巨人，海报与中国经济的这么一个展览主题的一个展览。那么好像感觉又是这个布局啊。那么就是说其实1950年至1990年代的那个商业广告啊，或者是其他类型的一些海报啊，一直是空缺的啊。那么就是说可能的话啊，我最近的这个参与的这个项目，我会来填补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缺陷啊。那么今天我们的会议是字体的主题，所以我就在那个我的这些海报50年代到90年代的海报里面，我选了10几张啊，关于文化和商业的啊字体设计有特色的那个海报啊，给大家看一下。也算是一个稍事的一个小小的休息啊。那么这些海报的尺寸大约为基本上在那个 A0 或者是 A3 不等。那么我们来看一下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产品海报啊，1950年代至60年代的戏曲海报，1960年代的报刊海报啊，这是1970年至80年代的那个展览海报，1980年代的产品海报啊，也包括1990年代的展览海报啊。那么这些都是我在那个近十几年的一部分的一个收集啊，虽然他们只是一个局部啊，但是我也希望中国海报除了月份牌和宣传画还有其他的类型啊，能够展现给大家。最后感谢上海瑞兹家族啊，提供视频的那个拍摄、翻译和剪辑的那个帮助。他们是目前上海最活跃的啊，最年轻的一家字体公司啊。也感谢这次字体会议的团队啊和各位专家的耐心的关注啊。那么我的业余的判断可能给大家的研究会添乱啊，不过我还是希望自己今后啊可以担负起专家和民众之间的普及的那个角色啊，使更多的人群来关注我们的那个
日常字体啊。So it's really impressive about the video. It's really high quality and prepared a lot for the presentation. Yeah, it's just a pity. I just want to mention again for the participants, due to some connect problems, Ms. Jiang Qinggong won't join us. So if you have some problems, please email to him. I will put his email address in the chat room. Yeah, that was a really interesting presentation. I wonder, Cheng, if you know if the books that he published, if you know where they can be purchased, or it's like a website that you can buy. Do you have an idea? Yeah, actually, it's easy for me to purchase that. It's sold in China, and I have that book. It's really high quality. Actually, if someone wants to buy that book, maybe I can help you to purchase that and give me your address so it can be sent from China. But the delivery fee is quite high, actually. Yeah. The price of book will be okay, but the price for sending it is... Yeah. Yeah, it's a lot. Yeah. I think Ms. Jiang Qinggong's, like his observation records actually preserve lots of valuable materials. That's also good for the researchers. Like for example, yes. In my own research, I'm also doing research for history of Chinese type design in the 20th century. So it's really good to see that kind of really valuable materials. And he also recorded that. And on the other hand, actually, Ms. Jiang Qinggong, he has done lots of universal education for publics. So I think it's quite impressive. Yes, definitely is, yes. Because we have so many people, they have like the private collections, mm-hmm. but they hardly share with the others. So yeah, it's really good to see that he actually published. And yeah. So then more people can have access to. Yes, yeah. And also his photography skills are really high. I think. Yeah. And all the photos are really, really nice and also can be quoted in other people's research. And he also did a lot of collections. Yeah. It's great. Yeah. Yeah. So I think shall we move to the hangout room? Yeah. Yes, yes. Yeah. So,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everyone that attended this session. Yes, as we mentioned before, this lecture was pre recorded. But if you want, you can. Yeah, in the chat, there is his email. You can send a message to him to contact him. And yeah, we are heading back to the Hangout room. Yep. And hope you enjoy the rest of the day at the conference. Great. Oh, yeah. Thank you all. Thank you. Yeah, and in the Hangout room, all of us can open our video so we can discuss it further. Yeah. Thank you, Christian. All right. Thank you.